楼的一个一楼还不临街的小胡同里开起来的。生意好之后呢，他就把这个楼栋的几层嘛都做成了他家的饭店。一共我们点了四个菜，一个肉末茄子锅包肉、红烧日本豆腐和辣炒鸡架，对，沈阳必须来鸡架，还有一个汤，素味汤，三碗米饭，大家猜一猜能多少钱？把你们猜的打在公屏上，一会儿我们公布答案。哇，上菜好快！肉末茄子，这个店特别有那种小店的那种气质，生意好，小店人特别多的那种气质。东北的好多别的城市也遇到过这样的小店，比如说在长春、还有哈尔滨、盘锦等等。他的这个小店呢，就是人很多，生意特别好，然后吧，他的这个菜价物美价廉，就那种小店气质，对，一下就出来了。汤这茄怎么样？这菜，这也太长了吧。茄子炸得很透，因为它这个刀切的也特别深入，就特别入味，酱香味挺足的。就下饭的菜，这是这盘菜18块钱，那么多肉末，第一道菜总体还可以。辣炒鸡架，来一个辣炒鸡架。这辣炒鸡架在沈阳啊，鸡架有各种做法，煮的、拌的、蒸的。今天吃的是辣炒鸡架，他家的辣炒鸡架还挺有特点的，就甜辣，有一点点咸，味道适中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但是特别适合下酒，在沈阳应该来一瓶老雪，味道还不错，满满一盘，16块钱。第三道菜，锅包肉，来吧，尝一尝锅包肉。他家锅包肉片儿很大呀，不会呗，不会啊。其实在东北的锅包肉有好多细微的一些变化，各个店都不一样。这家店的锅包肉是有点软的，酸甜口的，就皮儿稍微有点脆，但里面肉是软的，因为它片比较大，还是挺扎实。这么大一盘锅包肉，大家猜多少钱？还有一个素烩汤，素烩汤是我们比较喜欢喝的一款汤。第四盘日本豆腐。整个菜都是一个家常味道，对，家常菜的感觉。如果这四道菜让我排个序的话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肉末茄子第一，第二呢就是这个辣炒鸡架，辣炒鸡架是甜辣的，第三是锅包肉，第四是日本豆腐。我们吃完饭了，我们这顿饭是四个菜一个汤三碗米饭，一共花了多少钱？大家猜一猜，看，92，怎么样？便宜不便宜？四菜一汤，三碗米饭。这家店最大的特点有几个？第一个就是上菜奇快，然后菜量大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家常味道，虽然不是特别惊艳，但是每一道菜我觉得都对得起它的价格。还有一个就是物美价廉，就是价格便宜，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值得推荐的小店。